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九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的第二盘棋，是由中国的陈耀烨九段对阵韩国的李世石九段。那这盘棋呢是陈耀烨执黑，李世石执白。对，那第一盘棋陈耀烨获得了胜利。对，第一盘棋李世石似乎没有发挥出水平，陈耀烨是在获得了中盘胜。那这个白棋还是二连星啊。第二盘棋就是双方黑白互换。那陈耀烨他是下了一步这个比中国流更往这个小目这边靠近一路的这个新型变形中国流。就是说最早出现的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挂角，然后小飞黑棋有这样的布局出现。那慢慢的呢可能对于中国流来说它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陈耀烨选择了这个尝试性的下在比这个中国流更靠近这个小目这一边。那显然呢这个也是有利有弊，它注重于对小目的防守，那对于星位这边的防守就会要减少一些了。所以实战呢白棋李世石他是选择了对从这个星位这个里边挂进来。如果说这颗子在这里的话，那白棋从里边挂黑棋尖顶之后，白棋拆二，那黑棋正好这颗子处于逼住白棋这个位置，那在这里呢可能攻击力更差一些。那实战呢黑棋也是选择了这个尖顶跳的下法。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选择拆三，拆三的话这个被黑棋正好打入了。那实战呢他是选择了在高位的拆二。这都不是很常见啊。对。因为这颗白子这颗黑子等于是像改良这个中国流一样啊，这个也是首先这步棋就比较少见，所以他这个时候白棋选择这个高拆二。都是新鲜招法。这个更是没见过。这步阵也是试探白棋的鹰手吧，看白棋怎么样出头。那在这一带他可以接下来去封住白棋，在上边呢也可以封住白棋。如果白棋从这边出头，那他顺势呢就加强自己的脚步的这个实力。白棋是从上方出头了。对，白棋上面大跳。黑棋就拆一手一个。这个白棋没有把这个黑棋分割开的意思啊。对，这个棋白棋是选择了脱先。他如果说在这里行棋的话呢，我想这也是黑棋的想法啊。顺着这个白棋的调子就把下边自己的空得到了加强。所以索性白棋来下方抢占这个大场。即使被黑棋封住的话，那我这个地方已经有了白子，那么你的这个外围的后势啊发挥的作用就受到了限制。实战黑棋就封住了。反正封住总也是好的吧。白棋小尖。确保自己在这个上方的眼形，同时也是瞄着这里边应该有跨段。这地方有跨段。因为这里已经有子了。对，实战呢这个地方黑棋补一个，黑棋补在这里，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没问题是吧。
对，暂时黑白棋是不怕黑棋在这里边点的。嗯，这个棋白棋走在这儿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我下一步再来进角、嗯、直接进角的话这个有一点过于凶猛了，就被黑棋飞一下，白棋这个子就显得太过于这个深入了。 嗯， 嗯，所以走一手，期待着黑棋跟着应一手吧。嗯，那他觉得便宜哈。啊，那他就说先手占了大场了。嗯，黑棋刺一个，啊，这棋要你不理我，我就要进攻你。嗯，嗯，如果现在白棋跟着应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多了一颗子，这个点可能就严厉了。嗯，黑棋点在这儿就严厉了。嗯，对呀、啊，这个直接就冲出来。如果没有这颗子，这一带黑棋没有接应啊，还有一点担心。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就选择了就地做活。翻。嗯。接住。然后黑棋。把这棋盾，嗯，这个下来，黑棋在中央形成了后卫儿，嗯，但从这个就是说陈耀烨他的棋风是属于比较偏重于喜欢实地的，对，嗯，那从这个开始我们看，应该说李世石还是达到了他自己的这个目的哈，抢占这个实控，让黑棋这个在外围走在外面了，嗯，然后白棋又在上方这个脱先，应该说这块棋活棋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继续的抢占这个大场。这两盘棋李世石都非常有针对性啊，对，下的棋都是比较注重于这个实控啊，捞取实控。你喜欢的我都给你拿走。嗯，那他这种点呢，他现在暂时是不具杀伤力的啊、嗯。这个时候，我想白棋就拖一个，拖一个基本就活掉了。对，白棋在局部做活是没有问题，就只要我活了就可以了。那在外围，白棋的行棋速度非常快啊，抢占这个好点。所以黑棋也抢占大场。白棋对单关手脚，嗯，黑棋大飞，啊、哦，敲大飞，对。这白棋这个棋逼在这儿还是挺舒服的感觉，对，这个底下还是敞口的，嗯，非常非常大的一步棋，嗯，黑棋也没有理，到这里守一守，对。等于是这两个角呢，白棋认为，你占一个，我也肯定去抢占另一个。嗯，嗯。然后黑棋在这里点三三，这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地方。这个点三三和这个拆都是非常大的地方。那实战他是选择了比较注重实控的，先把白棋的角掏掉。嗯。这个是普通的脚步定型，嗯，白棋也是选择了比较平稳的下法，就从这个方向拐，然后争到先手，嗯，嗯，跳起来。其实这个拆二也挺大的，嗯嗯，他这个是为了扩张自己，同时这里边是不是往下？对，注重于减消这个。黑棋中央的后卫吧，嗯，不然的话，如果去拆的话，可能黑棋在这一带围一手啊，嗯，这也是白棋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先跳一手，同时也是加强自己在这一带的这个势力，嗯，那黑棋继续抢占大场，黑棋先直接就来了。黑棋在这里先试一下白棋的应手。对，
白棋打赤，对，白棋打赤、嗯、黑棋长，对，白棋再打，然后黑棋脱先了。嗯，这个几个交换呢好坏难说，虽然说这个黑棋有一点借用，但是应该说这一代白棋的实控也得到了加强。嗯，黑棋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抢占。嗯，黑棋先进攻这个。哦，先搬。对。嗯，威胁威胁白棋。对。然后这个是虎在这儿。嗯。这个虎就图谋不轨了吧，是吧？对，白棋得补棋，不补的话就被点一下或者是加一下，这个明显的这个白棋的眼位现在是有问题，要加一下白棋眼位有问题、嗯、你长我长先手之后冲出来了。嗯嗯，但白棋这个时候如果补的话，那么黑棋还可以这样去收挂一下，所以白棋先尖一下。嗯如果黑棋挡住，白棋再补回来，对，这样局部做活就可以了。那实战黑棋直接加进去。对，在白棋尖的时候啊，黑棋没有选择这个挡住，而是选择了去这个破坏上方的眼位，让白棋出头。但其实这个下法还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这个被白棋冲出来之后，黑棋自身的这个外围就显得很薄了、嗯、这个地方我们看明显的这里有一个尖、啊、嗯，有一个尖，我这里要冲断黑棋上方，我要冲了把点破坏白棋黑棋的脚步，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还是冷静点，这个挡住吧，挡住，然后黑白棋做活，这样呢外围黑棋依然保持着这个后位，然后争到先手再来抢占，这种还是比较合理一点吧。对，这样局势还相当的漫长。嗯，这陈耀烨是大概是觉得这个局势不是很有利吧，想把这个局势搞乱。嗯，这个有点不太冷静，被白棋冲出来，冲出来外边整个就变薄了。嗯，黑棋提劫，对，让白棋扳住，白棋跟黑棋去继续打这个劫，对，这个时候黑棋还是选择了冷静妥协的下法吧。嗯，如果是把这个劫做大，嗯，断打，对，但是我们看这个棋被白棋尖在这儿，这里我要冲，这里上方一旦被白棋冲点在那儿呢，那个白棋在脚上也可以做活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你接，这个时候他没法接在这儿，接在这儿被断掉了、接在这儿的话被打吃，你也不能吃在这儿吃我一粒，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子了，所以他只能吃在这儿，所以在脚上他可以活。那如果说我刺的时候你接在这个位置，这样白棋冲出来这里有断打，很危险。对，这个外边白棋还有借用，这样黑棋是很难这个吃掉白棋的。所以实战呢黑棋还是选择了这个妥协的下法，打在这儿，然后对，然后白棋接住，对，黑棋选择脱先了，对，没有局部在，对，从善如流啊，把最后这个大场又抢回来。
但是这个上方这一系列的交换呢，我们看黑棋应该是不得分的，因为白棋冲出来之后把黑棋外围的这个后卫都解消掉了，但而且接下来这步次也是让黑棋很难应的，这样的依然存在啊。嗯，黑棋踢，嗯，白棋也就选择了比较简单破控的这样的下法。嗯，然后白棋也是碰在这儿，你碰我的，这个地方我就碰你一个。对，也是在试探黑棋的应手。对，这时候黑棋给长了。嗯，如果黑棋在这里搬呢，我们看这个明显的黑棋，白棋就可以搬下来。这样你如果是粘在这儿的话，那么白棋在这里一吃，我们看黑棋已经长不出来了，只能从下边打过的话，那被白棋提掉，当初这些子这个就会死在里边了，死在白棋的包围圈里边了。那如果吃在这儿呢，这个白棋从这个方向打，上边应该也是可以争掉这颗子，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显然搬在这儿不太适合啊，那所以就往上边长，尽量的让白棋减少借用。那白棋是不依不饶的啊，对，继续搬，然后再连搬，再继续连搬。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就把这颗子吃掉，提掉，那我想白棋是不是考虑这一带行棋，这样呢在外围如果说在你冲断的话，我可以借用一下，我们看这一带呢白棋又形成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了，所以黑棋还是选择了稳健一点的下法，对，保守一点，就这走在这儿，白棋长，这时候黑棋切断，走成这个，看起来黑棋比较难办，简单的退回来，那么白棋就成功的，可以说成功的破坏掉了白棋的这个黑棋的地域啊，而且外围呢黑棋这一带还需要还有借用啊，白棋还有借用，这样黑棋不太满意，不满意这样的下法。那实战呢，陈耀烨他是想了这个比较非常的手段啊，在这里边脚里边碰在这，先试一下这个白棋的应手，看白棋来怎么样应对。如果说白棋搬在脚里边，那黑棋长一个，这样我这里有搬这里有出头，即使你顶的话，那么我一搬白棋想要吃掉这两颗子，那就有一定难度了。所以这个时候白棋搬在外边，白棋搬在这儿，黑棋长，白棋下力，这样呢黑棋可以尖一下，对，这也是局部黑棋比较好的这种想法，这样呢白棋挡，黑棋这个时候再搬，对，要求联络，对，我们看清楚了黑棋的这个想法，我这边要联络，这边呢要挡下来吃白棋，所以白棋还是只能吃在这儿，对，然后黑棋渡过，对，选择了联络，这样黑棋就是说
成功的把白棋的角地破坏掉了、嗯、而白棋呢也把黑棋的边上的实控破坏了，嗯，就形成了双方互破啊这样的转换的局面。得失差不多吧，嗯，应该说黑棋在这一带的损失还是得到了补偿，所以这个靠在这儿也是陈耀烨他比较这个出色的啊，这个地方下的比较出色。 嗯， 嗯，白棋跳，对，然后黑棋先手平一下、嗯、白棋跳的这步棋也是强调这个黑棋这个地方的弱点吧，对，嗯，要不然可能飞下边 还大一点，对，飞一个也很大。 嗯， 嗯，黑棋飞，白棋倒，嗯，白棋当然是下的非常的稳健了。嗯嗯，然后黑棋，对，黑棋拖，这步还是挺大的。对，那白棋没有马上在这里应啊。这个担心已久的刺、啊，对，白棋来了，刺啊。对，这是白棋已经早早就瞄着的手段啊。这个时候白棋已经跳了一手，那黑棋还没有去补。我想他也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实控上的差距吧。如果说黑棋在这里这个比较顽强的补一手，嗯，补这个刺的话，比如说，但是这角里边还是有味道，嗯嗯，他也不好补，对，补在什么地方？补不胜补的意思啊。对，因为这里边补不进，这里边还是有这个点，嗯。除非最稳健的补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嗯、我想陈耀烨还是经过判断的，被白棋尖在这儿，那在实控上啊黑棋并不乐观，嗯，所以实战呢黑棋是在这里边抢了一手啊、嗯、拖没有在这里补，对，嗯，这样呢就被白棋刺了一下，这个刺刀肯定是不能接这个的，对，如果接被白棋这么冲断，白棋再一长，嗯，中间黑棋平白无故的飘出一块孤棋来、嗯、对，主要是这个棋脚上呢依然还是有这种点啊点啊、嗯、各种各样的让黑棋比较头疼的味道， 嗯， 嗯，而且外围黑棋还需要联络， 不行，这个实战接在这边，对，索性呢黑棋就把外围先连接完整，嗯，但是呢这样被黑棋被白棋冲了之后再点黑棋在脚步的损失，直接点的来冲，这个地方在脚步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嗯，这个黑棋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接接着被冲了，对，也只能挡着这儿，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子的话啊，我们学过这样的形状啊、嗯、可以打这样提了然后搂掉，这个损失小一点，那这个地方已经有了白子了、嗯、黑棋这个打已经是不成立了，所以人家可以只能在脚上这样去打，这个白棋的损失、黑棋的损失是有点大，嗯嗯，然后白棋可以提在上边，这脚都被扒掉一半，嗯，脚上大概只剩下有十目棋左右，嗯嗯，啊，黑棋把这个搬起来了，对，找回一些损失吧，对，但其实这个棋上方的这个白棋啊不仅是破坏了这个黑棋的脚步实控，同时他也把这块尚未安定的棋啊完全的做活了，所以这一出一入黑棋的损失真的是非常大的，嗯，如果说这块棋没有活，那么你搬起来之后还有对这个白棋的攻势，那现在这个上方白棋等于已经完全的安定了、嗯、对，已经铁厚了，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粘把这个大关先手，对，
这一般这块棋就黑棋反而不活了。嗯，黑棋要补活，黑棋也是注重于外围顶在这补活。如果从目数上来讲呢，立在这补活，对，但这个棋白棋有先手，所以黑棋不肯。顶在这做活，对，白棋扩张，对，在这一带扩张的同时，其实也在隐含着对于黑棋这块棋的威胁。嗯，黑棋小尖，尖在这儿，对，嗯，白棋也尖，补住自己的断点，嗯，然后黑棋冲。这棋白棋是挡不住的，嗯，这个棋如果挡的话，黑棋可能要断掉了。嗯，对，这白棋就退回来。嗯，这里有几段？有几段？嗯，然后黑棋往外冲，白棋退。嗯，依然瞄着这个几段黑棋。嗯，黑棋挤进。白棋接住，嗯，黑棋也是间接的补掉自己的这个毛病，嗯，刚才如果说这个棋不补的话，当然这个白棋马上的几断不进来，但是白棋可以先走在这里，嗯，要吃角，嗯，对对，这里很明显的有断，这里边也有断。所以黑棋这个地方必须要补的，然后再拐。对，黑棋继续的攻击，白棋继续攻击。黑棋跳。嗯，我们看这块黑棋它的眼位还不完整，嗯。白棋单接上，要求黑棋补棋，嗯，黑棋补在这儿，需要连接，对，然后白棋跳回，黑棋是不是看着也有点危险？对，这块棋没有完全的安定，主要是我不一定非要吃你，我这个先手你也。受不了，这一带白棋又要围控了。嗯，所以黑棋还是要出头。嗯，这棋，他先在这一带走。对，先跨了一个。先跨了。嗯，白棋冲。希望是给白棋制造一些断点，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吧。嗯、没断，那直接往下靠。白棋搬，然后再断，是遭到白棋的反击啊！白棋虎，嗯，黑棋打吃，白棋接上，这个地方搬进来时空太大了，嗯、所以黑棋还是选择退一个，对，退了一个，白棋吃。对，吃。嗯，这一带黑棋的这几个交换呢，应该说不见得便宜的。嗯，因为被白棋还是又吃回来了。嗯，其实对自己的眼位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对，自己一系列的交换呢，黑棋似乎有点乱阵脚了。嗯，而且这里还有断点。对。嗯，黑棋补一个。嗯，那白棋也下得比较稳健。嗯，他也补，我就安安全全的全部都连回来，然后我依然还可以继续保持着对黑棋的攻势啊。这下边还有这个威胁这块黑棋。嗯，所以黑棋还是要出头。对，这白棋的意思就是我还在看着你啊。嗯，白棋这一带就是说。我先把自己都看清楚了，连的
结结实实的。白棋腾出手来，到这里边来断一个。断在这儿。黑棋就打吃。白棋要在这里边强调这个定型。对，基本也进入官子阶段了。对。白棋长出来。打吃打吃长。挡在这儿。这一带看看怎么样定型。因为现在目数上来说呢，黑棋的贴目啊似乎有一点困难，这个地方的定型形成关键了。贴目困难。先冲。先冲。但这个冲。冲一个，它的意图就是说，你如果说走在这儿的话，那白棋断一下。断一下。对，这个我要打下来冲下来。那你如果说粘一个，或者粘一个吧。我可以吃一个先手，然后你粘上，我再吃在这儿。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它粘的时候这边有吃回来，这边有吃。那现在打吃到的话，黑棋粘，白棋就可以把这个拉回来了。这样外围黑棋就被断掉了。对，这样不行。那这棋黑棋在下面也不能硬了。实际上他就是没有应，他选择了吃这两个子。对，把这几个吃掉。吃掉了，这个被人穿掉了也非常的大呀。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黑棋。这棋那走到这儿，这个黑棋下面还没有活。没有活。对。那这个劫又变得重要了。对，黑棋就是要跟白棋来进行劫争啊，想通过这个劫使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一些。如果说就这样老老实实挡住，被白棋这个地方将自己断开，也是等于束手就擒了。那这个都被吃了也是非常大。对，这外围黑棋这一带的这个损失吧，应该说搁这里有一定的挽回。而且他还是期待着这个劫能够给白棋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寻找一些机会吧。对，提劫。提劫。然后扳住。对，黑棋扳住。对，白棋这里要分段白棋。对，要分段。对，白棋你他如果是连的话呢，我把这个提掉，这个里边似乎还是有断点吧。即使没有断点的话，那我提掉的话，我已经你还要补一手，我已经安定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吃回来，这个这一带等于我目数也捞了很多。那太成功了啊。那这个棋，白棋提劫。对，白棋肯定是欲劫先提嘛，这个地方，暂时不怕分段。黑棋就分段了，是吧？对。黑棋分段。白棋靠。这都是劫材。继续的提劫。白棋冲。这也是劫材。对，但是这个棋黑棋居然没有理。对，这个时候我想陈耀烨他可能注重于对于官子大小的计算，注重于这个收官，
他其实可能忽略了这块黑棋被白棋冲下来之后，这个外围的黑棋还没有完全活，这个时候黑棋无论如何要应劫。嗯，这个棋无论如何要应的，被白棋提过来之后呢，黑棋可以继续的跟上方的这块白棋来进行打劫，比如说走在这儿，对，去吃。你断了，我还可以吃在这儿来打劫，然后我再提。对，这个、这样这个局势还是很难说的。可以慢慢来打吗？对，我可以走在这儿。嗯，这还有好多这个本身棋。对，这块白棋依然还要通过这个跟黑棋去结争来对杀。嗯。这样双方还都有风险。嗯，对，这个可以说还没有这个战斗还没有没结束就说没有办法来说这个胜负啊。嗯，但是实战呢这个时候黑棋没有阴劫是吧，现在是黑棋的劫。对，嗯，实战被白棋这个冲下来，可以说一手棋就决定了这个棋局的胜负了，把白棋切断了。对，他是你、这个、你如果是这样连的话，我就把这个提掉了。嗯，这样我这有断，这有断。对，嗯，这样这个白棋就死在里边了啊。嗯，那从目数上来讲是这样，肯定是。这块空比这个角上的这些黑子要大一些。嗯，但是这个棋被白棋冲下来之后，主要黑棋不仅是角部损失，外围的这块黑棋是没有做活，是没有眼形的，眼形不全的。对，他陈耀烨可能是也没意识到这个，对，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外围这块黑棋存在着死活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嗯，那当初这些棋的交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外围黑棋这个眼形破坏掉。对，外边已经没有眼。嗯，这个棋黑棋把这个黑棋先顶到这儿了。对，白棋冲，黑棋是顶了一个。对，然后白棋继续冲。对，那现在轮到黑棋下，黑棋是把这个黑棋是把这个彻底吃住。嗯，对，把这块棋吃住。但是呢，嗯，这个棋被白棋，它这里边吃掉也非常大哈，大概有多少目？杨老师，这个有30目棋了。30目棋。陈耀烨可能也就是这个被你吃掉无所谓的哈。这个从目数上来讲，是这个下边大。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他确实实战当中这个棋黑棋应该说是没有注意到外围这块棋的死活。嗯，那其实这个春兰杯啊，应该说是一种在我们现代的这个世界比赛当中啊是比较慢的这样的棋，是每方3个小时基本用时。然后呢，它是1分钟5次1分钟这样的读秒保留。嗯，那可能在前边陈耀烨他的这个花费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多应该是。嗯，对，应该说从布局阶段下的有点不太顺手啊。嗯，可能在中盘的时候占用了大量的时间，那应该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忽略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块棋被白棋封在里面之后，我们看黑棋似乎很难找到两只眼的这样的眼位了。嗯，外面现在白棋是封了一个吗？对，是封了。对，这个一下子被封在里面，我们看这块棋逃出来已经是不太可能了。嗯，然后只有在局部寻求眼位啊。那么空间也太狭小了。对，如果说这扩大眼位，大概这里比较像啊。嗯，然后挡住，那这个时候并在这儿，嗯，能不能活棋？
并且这儿那这个棋冲，对，这个时候啊，黑棋这个时候被白棋一冲、嗯，我提的话，那你粘上就活了。嗯、只要是被白棋这个冲在这儿，黑棋你如果粘，啊，那我再挤你。对，我可以往前面挤一个。是吧？对，我这个地方我一般呢，你其实上面是没有眼的。对。然后你做上边的眼，嗯，做上边眼是一只后手眼，对，大家可以走在这儿，嗯，嗯，你走在这儿，主要是我这个时候啊，哦，这个时候那他，嗯，这个还可以活呀，这个能活吗？这他先手，哦，先手我也可以先打一下。哦，先打。嗯，似乎还可以活呀。那哪里？并在这儿。嗯，那并在这儿，还有点这个活的希望啊。对，那这个时候他只能冲啊，他没有别的选择。嗯。啊，他如果提，那黑棋也是看得清楚。嗯，他可以接在这就活棋了。嗯。那这个时候白棋要想制造威胁，现在我们看也是只能冲在这。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对，我可以接一下。嗯，那白棋也没有走啊，这都是必然的呀，是吧？这个时候你也只能是，你走在这儿的话被一团。这个要。对，他黑白棋要吃也只能往前面冲。那黑棋这个时候就是在上面做上面的眼，那下边黑棋。白棋长这个我们刚才看了也是不行的，这样被黑棋一顶，那白棋现在有没有继续往前冲这个？嗯，那他打这个。嗯，他打这个。是。这样好像也是活的。嗯、对，那实战这个时候，那应该说陈耀烨，这个时候继续的下了败招出来了。那并在这儿还是有活的希望的。嗯啊，那我们可能是这边少了一个次序。嗯啊，他这里面他先哦，他没有先走这个是吧？对，那这样就活了。他是在这种棋的时候，白棋是先刺了一下，白棋没有马上去封住，因为我们看了，如果是现在马上封的话，他是。这样就可以并了活棋了。那白棋这个时候是交换了这个是吧？先在这里边刺了一个。啊、不是，这里面刚才摆变化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白子被拿掉。哦，是在这儿。嗯。这两棋在这儿。就是当初他大跳那个子，是吧？对对对，哦对，这个地方是有子的。对。那现在白棋也没有去吃这个，他可以封在这儿。对，现在封在这儿，黑棋跳。对，这个地方刺了，我们还前面讲有冲断，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白子。对，这里面有一个白子。嗯。啊，那这样他活不了吧？他跳。对，我们再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并在这儿，那这个时候，嗯。白棋再继续冲，这就是有区别了。对，嗯，这地方有一颗子，那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黑棋是没有办法活棋的。嗯，嗯，你粘，那等于这个地方我已经那、这个对，先有子，对你已经没有办法做出来眼了。嗯，对。刚才摆变化的时候把它拿掉了。那跳的时候黑棋哦又给拿掉了，这个地方还是有子。那这个地方黑棋也
没有别的选择，对，黑棋走在这儿了，往前踢，黑棋踢，嗯，下力，对，然后黑棋到这里边先靠一个，对，试图在寻找眼位，但是这个确实也是没有眼型的地方，嗯，对，这边应该是没有用的，对，白棋计算的也很清楚。但你提的时候，我可以挤在这儿。嗯，黑棋提，白棋先接。哦，白棋这个时候，是看清楚了，利用这边白棋的这个棋，白棋的借用啊。嗯、对。对，这个时候你可以活棋，黑棋可以活、嗯，但是这个被接回来。对，这的也都接回来了。对，而且那你这个就不，这接回来你虽然也可以活、嗯、但是这个棋白棋的控已经遥遥领先了，因为我已经把黑棋的脚吃掉了，就是说你现在黑棋可以这样去做活，我粘上，嗯，你还得提，对，然后我这里还要吃，主要是你这里冲不断吧，嗯嗯，那脚上还有味道，已经得了，然后这个又拽回来了，对，那不行，黑棋不行，这个有，嗯，这个白棋还是下的，白棋是先冲的吧，对，先冲的，对，黑棋挡，然后白棋挡上，对，黑棋只好继续的冲，要不然实控上，没有办法跟白棋抗衡。黑棋跳。嗯。对，白棋踢棋。对，主要是白棋还拽着这块黑棋没有活。对。白棋踢跳。嗯。黑棋提回来，嗯，嗯，这个脚上也不能被白棋藏进来，这个白棋脚上又可以活棋了，对，提接，白棋提，对，嗯，黑棋继续提接。白棋搬。啊，这个棋，嗯，白棋已经看清楚了，嗯，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没有有子吧？啊，这个地方没有子，这个没有，对，那个地方没有子。这个地方刚才是摆变化的时候没有拿掉，对，对，这个地方挤在这儿，嗯，挤挤，挤了以后，这个棋黑棋。对，挤下了眼之后，白棋这块棋已经杀掉黑棋了。嗯嗯，白棋挤在这之后，上边已经没有眼了。嗯，然后再点在这儿，这两边有度过啊，这个眼也是做不出来了。等于说现在黑棋上亏，上边这个大龙就意外的被白棋完全吃掉了，而且是静止，没有任何的这个悬念的啊。那么胜负就是突然在这一带就马上啊决出来了啊，那也是陈耀烨这个比较遗憾的一盘棋、啊、对，突然死亡了啊，嗯，正在打这个棋，然后因为官子的问题把这个大龙给送死，对，可能他还是在判断形势，没有考虑到这块大棋啊会无法做活，嗯嗯，那第二盘棋呢，陈耀烨就中盘赋予了李世石，这样双方呢在前两局是战成了1-1平。好，这盘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正在收看的是网络棋牌频道。